赞美，荣耀的眼神，谁可跟你相比？来举起心敬拜，连歌万天赞美，荣耀的星星，来把黑暗覆盖。我望见这大片玻璃海，在流动就如水晶闪烁，照亮我，照耀我，照料我，明媚的主。从长盛载，盛载，盛载，屈膝苦拜。从长盛载，盛载，盛载，永与共享。从长盛载，盛载，盛载，君尊的光。从长盛载，盛载，盛载，置身玻璃海，不阻前轨。主，我哋感谢你，你嘅荣耀，你要彰显你嘅荣耀。主啊，感谢你，当我哋见到玻璃海嘅时候，我哋想到神你自己嘅荣耀要充满大地。主，我哋感谢你喺圣诞节嘅时候，我哋可以嚟到再一次去亲近你，再一次想到当你嘅救恩普及万天嘅时候，系何等荣美嘅一幅图画。今日主，我哋就嚟到领受你嘅说话。你的说话再一次来到去安慰我们，扶持和鼓励我们，祈祷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名求，阿们。阿们。请 Gladys 带我们读诗篇。是，各位早晨，诗篇145篇14至11节，凡跌倒的，耶和华将他们扶持，凡被压下的，将他们扶起。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你将手使有生气的都随愿饱足。耶和华在他一切所行的无不公义，在他一切所做的都有慈爱。凡求告耶和华的，就是诚心求告他的，耶和华便与他们相近。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
拯救他们。耶和华保护一切爱他的人，却要灭绝一切的恶人。我的口要说出赞美耶和华的话，唯愿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阿们。凡有血气的都永永远远称颂他的圣名。主啊，你的众圣民，你的儿女来到你面前，我们赞美那个天上至圣洁至尊荣的君王。这个君王又是完全的谦卑，乃是因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出于他的慈爱。所以神，我们赞美你。主啊，你是那个不单只是有荣耀有能力创始成终的君王，你又是那个愿意舍己卑微那个的婴孩。主，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因为神啊，你自己的谦卑，你看到我们这班软弱无知和卑微的人，你就伸手去扶持，你亦都去将我们那些被压的人扶起。所以神啊，我们甘心乐意，我们要举起我们的双手，我们要衷心的去仰望你，感谢你，赞美你，是你使到我们一生饱足，是你去赐给我们百物，是你给我们那个不安的心再一次得到平安，那个失望的灵得到那个永恒的盼望。主，我们敬畏你，我们愿意一生一世的追随你，敬拜你，歌颂你。主啊，我们想起这个天上荣美的图画，我们就要站在玻璃海上边，继续的去用我们的身心灵去敬拜你。我们同万国万民万邦的一起的敬拜你，苦服的等候你，愿意你快点回来，让我们见到，让我们一生一世永永远远的去经历你，称颂你。主啊，愿意今日你得着我们心里面的敬拜，我们这样的敬拜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的名义求。阿们。撒加利亚书六章至七章。我又举目观看，见到有四辆车从两个山的中间出来，那个山是铜山。第一辆的车是套住红马，第二辆车套住黑马，第三辆车套住白马，第四辆车套住有斑点的壮马。我就问和我讲话的天使说，主啊，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天使就回答我说，这个是天的四风，从普天下的主面前出来的。套住黑马的车往北方，白马跟随在后面，有斑点的马就往南方。壮马出来要在遍地走来走去。天使说，你们只管在遍地走来走去，这四匹马就照样地行。天使又呼叫我说，看啊，往北方去的马已经在北方安慰我的心。耶和华的说话临到我说，你要从秘掳之人里面去取黑袋、多比亚、耶大雅的金银。这三个人是由巴比伦来的西番雅的儿子约西亚的家里面。当日你要入到他的家，拿这些金银做冠冕，戴在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的头上，对他说，万军之耶和华这样说，看啊，那个名称为大卫苗裔的
佢要喺本处长出嚟，并且要建造耶和华嘅殿。佢要建造耶和华嘅殿，并且担负尊荣，坐喺位上掌王权，又必定喺位上做祭司，使到作王与作祭司两职之间能够筹定和平。这个冠冕要归希连，就是黑代、多比亚、耶大雅和西番雅的儿子言，就是约西亚，放在耶和华的殿里面为纪念。远方的人亦都要来到建造耶和华的殿，你们就知道万军之耶和华差遣我到你们这里来。你们如果留意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说话，这件事必然成就。大利乌王第四年九月，就是基斯流月初四日，耶和华的说话临到撒加利亚。那阵时巴特利人已经打发沙利亚和利坚米勒，还有跟随他们的人去恳求耶和华的恩，而且问万军之耶和华殿里面的祭司和先知话，我历年以来在五月间哭泣斋戒，现在还要做一些什么的事呢？万军之耶和华的说话就临到我说，你要宣告国内的众民和祭司，说你们这七十年在五月、七月禁食悲哀，岂是丝毫向我禁食呢？你们吃喝不是为自己而食吗？为自己而饮吗？当耶路撒冷和四围的城邑有居民，正是在兴盛的时候，南地高原有人居住的时候，耶和华藉着从前的先知所宣告的说话，你们不是应该听吗？耶和华的说话又临到撒加利亚这样说，万军之耶和华曾经对你们的列祖这样说，你们要按治理判断，各人以慈爱怜悯弟兄，不可以欺压寡妇、孤儿、寄居的和贫穷的人，边个都不可以心里谋害弟兄。你们却是没有听从，扭转你们的肩头，塞耳不听，使到心硬好像金刚石，不听律法和万军之耶和华用灵藉着从前的先知所讲的说话，所以万军之耶和华大发烈怒。万军之耶和华说，我曾经呼唤你们，你们不听，将来你们呼求我，我亦都不听，我必定以旋风吹散他们到素不认识的万国之中，这样他们的地就荒凉，甚至没有人来往经过，因为他们使到美好的地变成荒凉了。亲爱的主，我们今天看到神你自己的应许，你的预言，就是你的大卫的苗裔，就是那位救赎主弥赛亚主耶稣基督，他的降临，他的降生，是要来到去担负尊荣，他会带着荣耀来到这个世界，去拯救你的子民，你的百姓。他亦都要坐在那个的位上去掌王权，他是唯一的主，万王的王，万主的主，全地都要向你来到跪拜。主啊，你亦都是叫他成为那个的大祭司，透过他，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我们的罪可以能够被涂抹，让我们可以来到亲近你，我们和神你之间再没有以往那种的阻隔，我们是毫无畏惧的，坦然无惧的来到亲近你。神啊，透过这个的救赎主，这个大卫的苗裔，
他来到去筹定和平，主我们要去赞美，要去多谢你。但是当在一切成就之先，你再一次提醒你的子民，你的百姓，我们怎样来到是一班叛逆你的人。我们正如一个先知所说的，他们是定日子来到去禁食悲哀，但是却是丝毫向神你是不是真的有禁食的心。主啊，他们都是远离你，背叛你，他们各人来到没有听到神你的说话，神你的教导，就是要不要去欺压寡妇、孤儿、寄居、贫穷的，亦都不可以心里面谋害弟兄。他们却不肯来到听从，他们扭转肩头，充耳不闻，充耳不听。神啊，今日你的呼唤仍然临到这一个堕落的世界，远离你的世界，求神你的声音，求神你的盼望，可以在这个圣诞的佳节，在充满了很多阴霾的里面，我们仍然可以亲近你，回转的归向你。主啊，就求你呼唤世人，我们要把握时机，把握机遇，来到去听你，跟随你，以致到我们能够真正去经历到这个大卫的苗裔，就是主耶稣基督你给我们那个的和平，那个的盼望。主啊，你唯有你才是值得我们去用一生来到去追求，用一生来到去回转归向你。求神你又帮助我们众弟兄姊妹，我们敢于来到向身边的人去发出邀请，邀请他们来到听神你的说话，宝贵的福音。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的名祈求，阿们。启示录第十五章，我又看见在天上有异象，大而且奇，就是七位天使掌管末了的七灾，因为神的大怒在这七灾中发尽了。我看见仿佛有玻璃海，其中有火沾杂，又看见那些胜了兽和兽的像，并他名字数目的人，都站在玻璃海上，拿着神的琴，唱神仆人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说：主神全能者，你的作为大哉奇哉，万世之王啊！你的道，你的道途义哉成哉！主啊，谁敢不敬畏你，不将荣耀归于你的名呢？因为独有你是圣的，万民都要来在你面前敬拜，因你公义的作为已经显出来了。此后我看见在天上那全法柜的殿开了，那掌管七灾的七位天使从殿中出来，穿着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胸间束着金带，四活物中有一个把盛满了活到永永远远之神大怒的七个金碗给了那七位天使。因神的荣耀和能力，殿中充满了烟，于是没有人能以进殿，直等到那七位天使所降的七灾完毕了。亲爱主，我们真是赞叹，我们感恩神你的说话是这样的奇妙。主啊，藉着使徒约翰，在他讲完这个七号的审判之后，他微距的重点的去描述一些人和一些事件。之前被我们看到那个身披日头脚踏月亮带着十二星的冠冕的妇人，到天上那个大红龙在天上和天使的争战，又讲到海中兽、地中兽的敌基督，那些跟随地基督、敌基督的人怎样去有那个烙印而远离主耶稣的拯救。今天我们看到的异象，
就是七个天使预备去降最后的七碗的灾。在七碗的灾之前，但是却是有一幅令人去赞叹、令人去渴慕的大图画，就是神啊，万国万民都在你的面前，在神你的话语这个玻璃海上边去唱敬拜的歌。神啊，我们看到这一幅是我们渴想的图画。主啊，他们唱的歌就好像摩西在出埃及记的歌一样。我们要赞美你，赞美神你的工作，赞美神你的道路，亦都赞美神，因为你是值得众民的赞美。主啊，那些跟随你的人，甚至为到这个真道而牺牲，摆上自己的殉道者，众圣民都聚集来到你的面前，他们在这个荣美充满能力的玻璃海上边去敬拜你。这个是我们渴想荣美和荣耀的图画。大神啊，你们都提醒我们，主啊，在这一日来之前，仍然的有你最后的审判。主啊，这个审判的日子就是要临到那些拒绝你、那些远离你、一生都是骄傲横梗的人，他们不愿意去接受你。主啊，这个审判是一定要临到。但是神，我们知道审判的结果是要完成主你自己永恒的救赎计划。在这个救赎的历史里面，神你必定要审判。因为主啊，这个是要你给我们看到，你不单是那个慈爱的主，你都是那个完全圣洁和公义的主。主啊，你不是为了去发怒而发怒，你不是为了降罚而降罚，你不是为了审判而审判，乃是因为单单主啊，你是完全圣洁，你不容许罪恶，所以这个的审判必定要来到，不一定要去实现，以致你的救赎历史能够去完成。主啊，你多谢，多谢你这个完美的计划。主啊，透过你完美的计划，你要去展示给我们众人去看到、去经历，我们最终的是能够去出埃及，我们最终的能够去从一个罪恶的世界里面获得永恒和真正的自由。 Amen。 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我们人不能够测透明白的，但我们深信你的计划是至善至美。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宝贝圣名，阿门。请 Gladys 读箴言。箴言三十篇二十四至到二十八节。地上有四样小物，却甚聪明。蚂蚁是无力之类，却在夏天预备粮食。沙番是软弱之类，却在磐石中造房。蝗虫没有君王，却分队而出。守宫用爪爪墙，却住在皇宫。真爱主，我感谢你，今日你透过箴言的说话，你俾我睇到你所创造的，就算是一些细小的昆虫动物，你安置了他们有你的聪明，有从你而来的、生存生活的智慧。主啊，藉着他们，我们都被提醒、被鼓励，我们都是你所手所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属于那位的创造主，我们是受被造的，所以我们也都有我们的聪明、我们的智慧。你创造我们是按着你的 样式和你的形象，你也都是希望我们能够按住你的心意来到去生活，所以我们很感谢你，你透过你的说话，透过你给我们有的、智慧，各方面的聪明能力，
主啊，你嘅心意亦都系叫我哋按着你嘅意思嚟到嚟过活，我哋做一个敬畏主、爱神亦都爱人嘅人，以致到我哋能够经历到一个真正嘅丰盛同埋丰富嘅生活。主啊，就让弟兄姊妹继续喺呢条义路上面，我哋经历到你俾我哋嘅满足、喜乐、平静、安稳。主，我哋咁嘅祈祷，奉耶稣基督得胜复活嘅名祈求，阿门。最后请 Gratis 带我哋有结束嘅祈祷。好，我哋请低头祈祷。好，主啊，我哋感谢赞美你。凡系有血气嘅，我哋都系要嚟到开口，永永远远嘅称颂你嘅圣名。主啊，因为你就系嗰位公义又有慈爱嘅主。即系嗰啲跌倒嘅，你都会将佢哋扶持。Amen。而系凡求告耶和华嘅，就是那些诚心求告主你的，你就会与他们亲近。Amen。 耶和华主，你亦都是保护一切爱你的人，但是你却要是灭绝一切的恶人。主啊，真的是啊，没错。到那日，主你就会真的倾出你的烈怒，将你七碗你都是倾出。你去施行这个审判，来到去刑罚一切的恶人，那些不听从你的说话，去拜偶像，跟随这个魔鬼，这个恶魔敌基督的人。但是主啊，我们这一班的蒙恩得救的人，我们却要跟你一起在这个的新的城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的圣城那里，我们要与你一起的来到去永永远远的是不是一起与这个荣耀的主来到去相遇，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真是你这个，你有这个的审判，同样你也是有这个的救赎的恩典。我们多谢你多谢你让到我们都是与天国都是有份。我们多谢你你将你的独生子主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就是我们在这个的圣诞节的时间的里面，主我们真的多谢你就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降生，以致到我们能够有这个的救赎的盼望。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主真的世人他们不是很明白究竟什么是圣诞节，很可能在他们心目中只不过是一个喜庆的日子，一个普天同庆的日子，来到让到他们可以互相的，或者是交换一些的礼物，或者去吃一些的美好的食物。但主是我们的我们跟从你的人，我们知道圣诞节的意义。就是这个的救赎世人的开始，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为此真的都愿意我们今天晚上我们都是这个的平安夜，我们都有这个的 Cantata 的节目，主都愿意我们就是来到参加，来到去纪念这个的日子，让我们思想这个的大的日子。都同样的，主啊，就是让我们都是邀请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家人都能够来到去参与，以致到他们都能够明白这个圣诞节的真正的意义，以致到让到他们都能够去归向你。主，我们真是感谢你。我们这样不配的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阿门。